大家好，今天咱们来介绍一个乐队，楼下后门乐队。我一个朋友他瞎说了，不知是真是假，他发烧了，是吧，39度多，然后他突然间觉得不行，我一定要降温，然后就拿起琴来弹，弹段时间然后又凉，他说他降温了。我很喜欢他们乐队的灵魂人物小辉，所以说这期是有趣的一期啊。在2000几年啊，很早的时候，在网上就看到了那个中国地下乐队的地下音乐网，我听到了他们的歌曲，后来又知道了小辉他有一个个人作品叫罗小云的对话，吉他曲来的啊，这是一个完整的吉他曲。你现在问小辉，他就说，哎，我已经不会弹了。你让他弹，他就不会弹，他都忘了，他都忘了自己的作品了，这是他的有趣之处啊。不管是录作品也好，他是一遍过的啊，就很少，错了去改正的啊。他跟我是一个完全相反的人。咱们今天学的是他的最早的那第一首歌曲《丢满理想的垃圾堆》，这首歌曲的名字一听你就知道感觉了啊！而且他的歌词写的也挺棒的。咱们今天教的是他的尾奏部分，顺便再做一个采访，一边上课一边听和小慧的采访。当时写的不是说那个时期，是很久了，是1999年的事情了。哦，那很早。当时我们是高中的时候，嗯，高中时候大家一起弹琴，然后有些人读了大学，有些人没考上，然后就分开了。其实歌词的内容就是我日记里的一则内容。然后呢，可能是2000年了，刚组了个乐队，然后呢，不知某些原因，我那个贝斯手出于他复仇啊还是干什么东西，然后跟别人打了一架。然后就不敢回家了，因为警察在找他了。然后这是历史。然后那天晚上，他告诉我打电话给我，他说要出去躲一阵，要到深圳去躲一阵。然后就这首歌就写出来了。就是这种状态写出来的。不过真正的歌词呢，就还是在读书的那段时间，是一则日记的内容。它的基础还是要出于真实。整首歌其实就是两个和弦，有点像当时超载那个时代开放式和弦的那种弹法。有可能哦，距离的，因为当时的时候他的歌还是经常在弹，你说可能受了他影响，说不定。还有一个马特里口的那个叫做什么布鲁斯，当时在弹这首歌，你说这首歌会不会受影响，很正常。丢满理想的垃圾堆，它是一个句调的，所以说我们一般在写歌的时候，写句调的它都是和弦旋律各方面编起来都是比较方便。速度74，咱们看一下谱子的 A 面，这次老师给这个谱面设计也是比较不一样，用那个 CD 的 AB 面来代笔，意思就是比较有复古的感觉啊，比较有时代感，像听 CD 一样啊。好，我们看第一小节，它有一个12品，这个10到12是随意的啊，哪怕你直接弹也无所谓啊，弹到这个12揉一下是可以的，没问题的，就这样。然后它的歌曲是很容易记，所以说这个位置我都不说了，你都能感觉到啊，这个味道很有旋律感啊。所以说3下你可以弹完，勾也行，滑也行啊。就这感觉，好，最后勾了这个，好，滑过来到十，到十，然后下来，手继续上来，12，还是4弦和3弦。换到11啊，你拨也行，勾也行。勾的时候是这样啊，你要把这个手放在这里别动，然后用食指攒下来，然后再勾，
对，这个有一个击弦，一下子滑到四品来啊。击上来以后，然后用食指去往回滑，而不是用这个手指，这是错的啊。击到这里的时候，用食指滑回来，弹四，然后小指啊，击勾弦，小指，对。这小的手指啊，滑音是比较难的，所以你要在这里找到一个稳定感。怎么样才能找到稳定感呢？就是想象你的手指只剩下一个小指了，你会怎么处理？这样就能找到感觉了啊。好，到这以后继续啊，继续。我们是听 CD 开始的吧？不是，我们是卡带开始的，就是还是听歌。我不看你弹，我也能够很爽。现代人就不同了，先有视觉，再有听觉。互联网来说，我们叫做互联网的移民，就移过来，他们是原住民，他是没有音乐的，他只有画面，画面能够是音乐。然后还有个点赞，对不对？是吧？直接用这个七到九的滑音，然后勾一下，对，直接勾。然后上来，然后再来一个击勾弦，击勾弦回去滑上来。好，这里我一起弹一下啊。把这感觉找对就行了啊。好，继续往后看，又来了。你就当哎，第二段来了，第二段就像是第一段，对，但是它是反向的。它是往另一个方向走的，往高音上走了。然后十三，勾一下，十四，对，十二，十二下来，十一，九，七，滑过来，对，到九这里停下来以后，下来继续一个击弦。这是个快的啊，十六分的，八分，八分，八分。我喜欢把这个拉过去啊，拉过去的同时手赶紧横按。这个地方是这样写的啊，但是他有时弹的跟你不一样啊，就是每一遍他都弹的不一样。不过我认为一个旋律的灵魂在就行了，中间你哪怕加一个别的话都行，也行是吧？你也可以。用我现在谱子上写的这个啊，停在这里，停在这里。好，突然间到十七，推起来以后下来放下来，然后再弹一个勾弦，再弹二弦，再弹一弦，再把二弦的这个推。带一点点推。一推下来，一推放进去了，然后是六十五，这里再来一下啊。其实这里啊，你可以在推的这个基础上直接放行了啊，这样也是可以的啊，这不会影响什么味道是吧？弹过一段时间，就是那个爵士啊。就那种思维，爵士我不喜欢，那种 fusion 感觉我让他弹过一段时间。就是爵士乐嘛，爵就绝命的绝嘛，市就市场的市嘛，乐嘛，就是爵士乐。这里快了啊，突然间快了。这里一个击勾弦，下来上一个弦十四，哒哒哒，这个哒哒哒哒，用这个手指啊撑稳啊，千万不要撑在这个角度上去弹，这个角度是这个角度的，到这个角度是这个角度的，换支点了，对，换支点了，下来继续跟爬格子一样，这不用说了是吧？这个手，其实换这个手也行啊。都可以啊，看你喜欢用哪个手。起来十四，看到没有？这里弹完以后双勾弦，十七勾，十五勾，十四，然后再弹十二。好，我慢速来一遍啊。
就这么简单。对，大家多看几遍就知道了。谁来？对，两个推，一个推十二，一个推到本，一个推到一弦十二，一个推到二弦十二，然后下来十四推，十四推到十四十二。前面一拍是个十六分，四下一二三四，然后下来又四下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看见没有？这两拍，一拍，然后最后一拍是。所以说第一拍我们把这个第一拍是十二，好，第二拍，第二拍，第三拍，第四拍，挺简单是吧？好，继续，啊，弹过去，十二十四十二十一回来，是吧？你看突然间到十的时候就变成八分了，哒哒哒哒。刚开始还是十六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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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当当当当哒。制音的时候你还要去制着音啊，开始是放开的啊。看见没有？这到九，九这揉一下就行了，就这么简单。这两个小节大家要慢慢练啊，跟着练就越练越好。从养生学来说，比如说你唱歌对不对？嗯，那还要用气的对吧？对，你只要用气你肯定会伤肺的。就有段时间我胃不舒服，然后我就想为什么我会胃不舒服，对吧？又没有熬夜，又没有喝酒什么东西，没有啊。最后一想就是那段时间弹琴弹少了，然后我就弹琴，当时很明显感觉到你精神一集中的时候，嗯，你胃是舒服的，整个人状态是好了。抽烟喝酒是不是又熬夜，对不对？嗯，那头发特别多啊。嗯，他不会秃头啊，你觉得那么奇怪、啊、但按理来说那是全部都应该卸顶的，但他都不卸顶，这个很奇怪的东西。嗯，也是可能就是说弹琴保护发质，对吧？所以大家都要把琴学起来。有个外国的调查就说他没有琴也是一个帅哥，然后去问那些女孩子的电话号码有没有，然后就去问，然后呢成功率好像是20%-30%左右。嗯，然后呢让他背了把吉他再去问，嗯，能达到60%-70%。然后咱们继续看后面，这是一拍二三，对吧？这里也是很简单，你可以从第二拍开始算嘛，一是吧，这是第二拍开始嘛，然后推，然后第四拍突然间从十滑到十七，哒哒哒哒哒，好，到这儿了，然后下来继续推，推到十五，推上去，然后拉到十五，到十五以后，然后到，是吧，跑到二十来，二十揉，这里都是很简单的，你只要对着拍子来就没有什么难的啊。你看，推推放滑，推放十二。好，接下来啊，看接下来就是这个难点了，叫六连音，它是，但是它是写的是三三啊，其实这个三三是相对的是八分音符的三三啊，其实它是个六，一二三四五六，看到没有？一二三四五六，推的的。看到没有？给大家一个知识锦囊，六连音就是我们在四拍里面开始上，一二三四，拍子是每一下就一下，但是呢实际上我们演奏的音符要在一下里面填充六个，那就是一二三四五六，一二三四五六，一二三四五，一二三四五，是很快的。正常的演奏的时候就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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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心里是这样想的，不要想一二三四五六，你就想着刚才我们谱子上了一二三，一二三，哒哒哒哒哒，你拍下去三个，提上来三个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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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如果你数不过来，用老师的节奏律动课啊，就是有一个打包的付费课程，里面讲的一个东西啊，给大家说一下。大家用印度的一个读法，就是 dag dig dag， dag dig dag， dag dig dag， 哎，六个，总共六个嘛， dag dig dag， dag dig dag， dag dig dag， 总共是六下， dag dig dag， dag dig dag， dag dig dag。
一二三四五六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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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个滴个哒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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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哒个滴个哒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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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用这样的方式就解决这个问题了，很简单。六连音其实没有这么快，那最多也就是在100以内的速度，它不会超过100那么快。很快，但很少这样的情况啊。流行音乐最多也就是70-80的速度用这个东西，那就是啊，这个推一下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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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对，这放下来，放到17，下来19-20这里啊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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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会弹上面这个啊，不用这个手指，用这个啊，我不会用，退回来啊是要用胳膊去动，胳膊去动是不对的啊。只有这样按了以后，这个手才有可能往12品弹下面的，看到没有？所以就是这样的啊。这一拍是1、2、3、4，看到没有？它是4下一，你把这个当成一个击勾，它是写的是一个啊勾，其实你当成击勾。就可以了，会了吧？好，接下来14推，推完以后放下来。其实它这个推下来啊，放下来一定要放在12上，不可能放空啊。推起来，放下来到14，14下来弹12。对，无名指推，食指弹，小指弹，这是一个，再来一个横按，这是个小横按，关了，结束了。你看，再来一下这里啊，再来一遍。其实很简单啊，从这里六连音啊，对，我刚才慢速的完整的弹了一下啊，这曲子尾奏就这样的啊。大家如果在学习的过程中啊，有一些小问题啊，都去看演奏，前面有演奏展示的嘛，你看了演奏你再去回来对一下，这就不难，对吧？乐器卡拉 OK 吧，就是我们就不需要去卡拉 OK 了，对不对？我们自己找个地方自己卡拉 OK 就够了，就不需要伴奏了。弹琴就不同，我起码能够保持有一种一的状态，心流，我就不会有5、6、7、8、9，我到零不了，我能到一啊，就基本上能清空。对，心流嘛，就是说比较清空。你说到零的状态，那是大师才能够拥有的，就我们能够到一，就差不多到零了，对不对？是吧？好，欢迎大家加入咱们的会员，或者是上老师的一对一课，或者是购买咱们的视频课。好，咱们下节课见，拜拜。